进去，我有急事儿。我们幼儿园是你想进去没进的，我给小刀刀送午饭，把他饿出个好歹，你负责啊。炸，那你把午饭给我，我给他送进去，好不？都中午了，爸爸怎么还没给我送饭来呀、啊？小刀刀，这是午饭盒里的小馒头，你慢慢吃啊。怎么才一个啊？有一个就不错了，我还没人送我呢。一个怎么吃得饱啊？那你慢慢吃啊，我站两句了。还没吃出是什么味道的呢，就没了。娜娜，你这次考了零分，把家长叫过来。我没有家长。你妈妈嘞？我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上班去了。那你爸总在家吧？我爸也不在。那你还有其他的亲人吗？有啊，我还有个舅舅。那你快把你舅舅叫过来呀、啊。不是，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这么惨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来来，走，回家了。哦。等一下，他是谁呀、啊？不是他舅舅啊。他不是说他舅舅已经不在了吗？我。来来来，我是什么时候没的？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谎啊？因为老师叫我请家长。那为什么又要请家长嘞？因为我考了零分。考零分，你很骄傲是吧？好啊，小兔崽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别跑啊！你要不是说谎，你别跑啊！楠楠，你妈妈给你留了一封信，让我给你。小楠楠，楠楠，这是怎么了？不吃家了？小楠楠，你不上学去哪儿啊？我要找我妈妈。你给我站住，回去上学。那你告诉我妈妈到底去哪里了，她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等以后你长大了我再跟你解释。等你们怎么来了？等等，他看见他妈妈留的信就跑出来了，我们担心他，然后就追过来了。这样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他妈妈已经没有在一起了，一直不敢告诉他。你不要妈妈，那我也不要你了。你们俩的感情不是一直都很好吗？对呀、啊，一言难尽啊。哎，小糖糖呢？你证件呢？有啊，我带身份证了。身份证也证明不了你是他爸爸。那我有学生证啊。学生证也证明不了，不准走。我有小刀刀的出生证明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还有我们的户口本，现在总能证明我们两个父子关系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长得那么像。马叔叔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去玩吧，谁跟你玩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谁跟你是好朋友啊？我们这里玩具你有吗？我有啊。你这也算玩具啊？你坨烂泥巴。你自己慢慢玩吧，小玩毛。不就是玩具吗？我自己做。小糖糖，别做了，这么热的天，没人会给你点小心心的。会的，会有的。哇哦！小糖糖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对呀，我才不跟你们玩，你们的玩具有我的好看吗？哎。啊，叔叔，我回家了。小二郎，站住！把棒棒糖交出来，我就只有一个了。叫你交出来，你听不到吗？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你们两个干嘛？臭保安，劝你别多管闲事。今天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。哦，哼。屁孩，你别着急，马上就收拾你。啊，叔叔，我来抱你。一个小可爱，一个臭保安，还劝别人当英雄。蜘蛛侠，还是个肥蜘蛛。小子，出来一会儿。啊，叔叔，我们走。
干什么？走啊！你没看见这挡住我了？怎么走啊？哎呀，像这样绕过来不就好了吗？哦。啊、你又怎么了？这里有个井盖把我挡住了，就跟刚刚一样绕过去就行了呀。哎，我们好像被挡住了耶。对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别着急啊，我想想办法。哎呀，你快点啊，想到办法没有？哎呀，直接过去就行了。是谁把我的雪糕给吃了？马丹丹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谁把我的雪糕给吃了。这人也太可恶了。嗯，是不是你呀、啊？嘴巴上面还有雪糕。不是，我刚刚喝的奶茶。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小娜娜，你怎么了？巴士主有人吃了我的雪糕。这谁呀、啊？怎么这么缺德？炸！是你吧？你孩子？怎么可能是我？你别骗我，好人。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怎么了？亚飞老师他们两个把我雪糕给吃了。我可没有啊。真的不是我们。那是谁吧？大丹丹不要哭了，我知道是谁。嗯，太阳那么大，雪糕肯定是被太阳晒坏的啦。对对对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我新买的雪糕我一口都没吃上。驾驾。哇哦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我们在玩骑大马呀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谁要跟你玩啊？我走这么大都还没玩过，好不好玩啊？这么大我骑大马都没玩过。等一下，小馒头。怎么了？我们一起玩吧。我可多么喜你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嗯，我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妈妈？没有啊。谢谢啊。杨娜娜怎么了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妈？没有啊。妈妈你在哪儿啊？杨娜娜。嗯，二毛你看见小娜娜没有？看见了，她往那边去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娜娜。妈妈，我知道是我调皮，只要你回来我都改，好不好？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妈妈，小娜娜。妈妈，小娜娜你醒了，你给我走开，你不要妈妈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你知道你爸爸有多担心你吗？是啊，我不需要，你们都给我走。小朋友你在干嘛？我究竟是先吃雪糕还是先吃甜筒啊？先吃哪个不是一样的吗？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更好吃。哎，这多简单，来我帮你试一下。啊哦啊，甜筒不好吃，你可以先吃雪糕。娜娜你怎么了？我纠结我是先吃雪糕还是先吃冰淇淋啊。这不简单，来我帮你试一下。这个不好吃，你还是先吃冰淇淋吧。娜娜你怎么了？我在纠结这两个哪个好吃啊。那我帮你试一下。先吃雪糕吧，这个一点都不好吃。雪糕好吃还是甜筒好吃啊？这么简单，来我给你试一下。这雪糕一点都不好吃，还给你。我到底是先吃哪个啊？